12:33，33秒，執好曬嘢啦，準備出發。4:30出門口，因為係7:00嘅飛機，即係換言之，我哋要5:30之前就要去到機場。好嘢，打包好，準備走得，走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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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準備出發，哎呀，嘟咗聲嘅。导航去广州白云机场。要导航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吗？是的。开始导航吗？你也可以选择路线。开始导航。你帶了身份證的了，好屎咁早嚟機場，好耐都冇嚟過機場啊！又去坐飛機啊，要屙翻督飛機屎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我哋去安檢啊！我哋應該上條電梯嗰度玩下蛙船。太早了，几点啊？而家6:00都未够。咖啡差唔多开啦。睇下前面嗰间咩有咩食先。我哋啲大乡里今日又出城啦。我哋嚟广州白云机场坐飞机。去吃個味千拉麵先，陰功太早，不過都已經很多人，真的很多人。你看看，雖然你覺得疏疏落落咁樣得幾條友，但其實每個門口咧都坐咗10-20人喺度啊。呢邊有個。外省人最愛啊，爆汁排骨飯，哇咧排曬隊，我啲唔使排隊嘅，一見排隊就走噶啦。廣州市區嗰啲要排隊先要過去，機場啲排隊唔過去。哇！耶！味千拉麵。耶！味千拉麵，哇！數碼點餐啊，數個碼先。
排骨牛拖50年，哇，真系。我明日都要擺下佢，嗰個唔好撳啊，洗手液嚟啊，哎，撳啊，哇，好，等食呢個假嘅。今次唔食盤面嘅，我係點啊？盤囊片，腸裏邊嘅嘢，盤囊嘅。正常價錢啦，喂咧，哦佢最平有個39蚊嘅啫，哇！我見到有個呢、這個，免費續麵啊，哇！犀利喎！居然可以免費續麵，哇！機場有免費續麵啊，喂！好啦，等食先。咦喲，喂，哇，幾豐盛咁喎！溏心蛋，再加呢個大葱。哇！加個湯。哇！出前一丁即食拉麵的味道，那個是什麼？家樂豬骨龍湯，補好味的，很好味的。標準拉麵個係豬嚟啦，係嘛？好腍，軟爛，燉到軟到爛曬。啲筍好咩？啲筍好食過啲豬，唔貴啊！呢碗39。好啦，今日食完啦，嚟機場食咗個麵之後，去走啊！繼續食。哇！幾耐冇逼過擺渡車？要逼擺渡車，好多人啊！啊！寡人要登機啦！寡人去海南登機啊！哇，啱啱喺部車度咧，聽到好多大片啊！係啊，咩啊？大佬上位復仇記，然之後仲有就係、是、同層大婆二婆攻心計，哇！全部都大片嚟嘅，真係好勁啊！冇片出唔係大片。上飛機，2.5小時見後啊！上咗飛機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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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我前面咧就坐住啲傳奇故事啦。好啦，一陣間見。再望下呢邊呢、這個，可能係都係啲咁嘅身形咧，都要揀啲呢啲位先得。除逃生通道之外，呢、這個位係最闊海航。哇！半艦啊，睇下半艦都冇啊，一隻手指。好啦好啦，冇坐飛機啦，逼下啦嚇。